阿威啊，你那个老公可真的混了头喽，守了这么好的大明星，非要你这么鬼混，就是。现在找个女强人了，哇，简直是个爱情要后。是啊是啊。当初啊，他追求我的时候，哎呀，行了，又是您那套，什么在电影厂门口等你呀、啊，一块去看你演的片子呀，还带着你爱吃的鱼皮饺，本来嘛，这都是实情。妈，花无百日红。 我们走吧，要回去。哎，再玩一会儿，不玩了，回去再来。好，您就放在这，送了。再见。走好了，孩子。哎，花无百日红，花无百日红，人呢？ 怎么能这么势利呢？这人呢，就这么势利。你当初是明星，他借你的树乘凉；现在他找了女强人，无非落得一个女人的陪衬。阿妮啊，你到银行工作以后，人变得冷冰冰的。他可是你爸爸。我辞职了。 什么什么？
你说什么？你辞职了？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事先连个招呼都不打呀？啊？不想干了。不想干？是不是为了那个桑园？我早就劝过你呀，可你不听啊。人起码得有自尊吧，如果感到屈辱的话，就算在白宫，在唐宁街十号办公又怎么样啊？往后你上哪儿去领工资啊？啊，你吃什么呀？那省开发银行是多好的单位，那么气派的办公大楼，有多少人削尖了脑袋想往里钻还不得其门而入啊？你倒好，说走就走。我告诉你，你那么轻易地丢掉这份差事，绝对是天大的错误。这件事儿还有没有挽回的余地呀？你要是怕难为情，我去。您要是敢去我们单位的话，咱们就各过各的。你算了吧，还是等我先饿死一回再说。哟，这从什么地方搞到一个小白脸啊？来，进来。安妮，这是黄志民。你好。你好。一起去宵夜吧。不了，我还约了人。不是我说你，安妮，这么大的事儿，你应该慎重一点才好啊。我就是想让他内疚，我这样被害离去，他就成了众矢之的。你呀，凡事都聪明，怎么会做起这爱情梦了？他要是爱你，你在单位，他也会觉得内疚；若是假的，你走只能说明理亏，他那头啊也就息事宁人了。老娘又跳了吧？那还能少得了啊！来来，给腾个地儿。哎哎，你，安妮啊，是你姐姐让我给你保的马蹄水，来尝尝。来，哎，你也尝尝。哎，哎呦，哎，儿子，下来喝糖水啊。这孩子就知道看电视。你福气好，哎，我是找不着姐夫这样的好人。他有什么好啊？
送给你十个八个你也不会要的。一无才气，二无帅气，三无品味。行了行了，你别糟蹋人家建平了。他要是这么差的话，你会嫁给他？哼，唉，他没出息，可是他爱我，我在他心里最重要。你那个桑园行吗？所以我要和他一刀两断。你算了吧你，我看你啊，一天也放不下他。来，把他家电话给我。查六个了，是吗？喂。以后啊，工作电话少往家里打。马经理，稍后。你在哪儿？为什么一直不跟我联系？你问我？我还没问你呢。你躲哪儿去了？他跑来打我，你都不露面，你让大家看我的笑话？安妮，别太激动。我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男的，告诉我你在哪儿，明天咱们见见面。你一个人是怎么过的？找着工作了吗？好在这世界上不止你桑园一个人喜欢我，那么多好工作，我简直跳花了眼。骂他不管用，想好了不理他。现在事情已经这样了，你有什么打算呢？啊，到酒楼当招待总可以吧？你别嘴硬了，你能看得上当招待？不过呀，现在这四十岁的妈妈们，就是到五星级宾馆去看厕所，那都抢着去呢。是，那大学生、研究生还找不着好工作呢。照你这么说，我得沿街乞讨啊。你以为你做了几年写字楼就能终生当白领啊？你也想想，就白在工商干了。有个追债的活儿，你愿意不愿意去啊？追债公司？那不成牧人制了吗？没问题，就是冯潇那个法律事务所。这要让银行的人知道，还不把我当笑话讲？你怎么越来越像妈了？你以为你是什么人物啊？啊！你在银行，人家是看着你和桑园的关系，他又在要害部门的，才给你几分面子。他就是巴结你，也是冲着他去的。安娜，你别这么说话呀。安妮选工作，让他自己把握。潘经理，我这次可是下决心到您这来发展的，请您多关照啊。太不巧了，安小姐，你要辞职打个招呼给我就好了，就差两天。可是咱们昨天不是在电话里讲好了吗？是啊，商场瞬息万变啊。不过没什么可惜的，国营单位呢没什么意思，要不去合资公司看看。How can you help us work with the Bank of China? Talk to the Bank of China. Sorry, we need, wait. Susan? Yes, Mr. Bob.Yes. You need to ask her how she can help us deal with the Bank of China. 好的 ，OK。我老板想知道呢，就是您对我们公司与中国的银行的合作方面能起到什么作用 ？Deal with the Bank of China. 与中国银行的合作。
见，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请进。哎，小姐，小姐，小姐，可以，请坐。小姐，来，坐。小姐，请坐。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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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你们这儿缺人吗？那您先等会儿吧。早两天来就好了，他今天才来上班。没事，我是过来看看你。你的小白脸怎么样？当儿子养呗。别宠坏了，我走了，给我打电话啊。这就是冯潇，这个公司的法人代表，大学法律系毕业，法学士，咱们哥们儿。哦，建平啊，行啊。上一回啊，你让我追的那笔款，我可是啊，全都给你追回来了。这个手续费嘛，不过是意思意思。明白。都记我感情账上。哎，你猜他骗的是谁？谁呀？我们处长的老岳父。哦，你这一帮忙，不瞒你说，没人的时候我成他的处长了。建平啊，嗯，我就欣赏你这个直率劲儿。哎，你放心吧，你小姨子在我这儿吃不了亏，我吃干的绝不让他喝稀的。冯潇，这话我信，他呀跟着你比跟着我强，我有什么呀，两袖清风。哎，你们忙着啊，我走了。你走啊。哎，不过你这个老是不敢要钱，让我们挺为难的。行，你帮我办事儿，咱俩不就两清了吗？其实啊，干我们这行的不薄，要想坐稳点，一不能贪财，二不能玩女人，明白不？我先走了啊。你走。男人缺了这俩人还活什么呀？啊，你什么时候能上班？明天。那好，那明天你就不用来这儿了，你直接去把这个事儿给办了。我是不是先和其他同事见见面？什么同事？面上的工作就咱们俩，大致的分工是。我具体管负责牵涉到法律的工地工的案子，你负责追女人的债，还有一个张朝野呢，负责黑吃黑的债。他这小子神出鬼没的，都出去好几天了，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他。那除了追债，不干别的？刚开张需要些经费。这个方太太呢，在纯上减肥中心做超速减肥。特效健胸、收紧肚腩几个项目，总共欠了人家5000块钱，你负责呀，把这个钱给追回来。这上面呢，是他的住址，和他常去的几个地方。这个方太太是有钱的人，他何必要落个欠债不还的臭名呢？人家纯上做广告说啊，
无效不收款。这个方太太硬说没有效果，所以就不给人家钱。整天胡吃海塞的，不长出心肉就不错了的。哎，淳善可以去告他呀。嗨，让你去追债，没让你分析对错。你打官司又花钱又耗时间的，谁赔得起啊？再说了，传出去，人人都开始赖账，人家生意还做不做？那好吧，我试试吧。哦，我的起薪是多少？200。什么？你先别急嘛。每追回一笔账，除了公司所得，你还提成吗？那我要是追不回来钱呢？那说明啊，你白长了这副聪明样。200块钱养着你，慈善机构也没这么好的条件吧？您好，您是方太太吧？不是。那她在家吗？不在。大妈，您知道她上哪儿去了吗？你是哪里来的呀？我是银行的。啊，我们那儿啊有一大笔钱等着她签字提款呢。您知道她上哪儿去了吗？你这样满面春风的走上去，人家只当你是狐狸精。哎，你再这样做上半年，你也打不进他们的圈子。这些人有钱，但是失宠，最见不得比他们年轻漂亮的女人。那我也是欺负来的。你，哼，你制造欺负还差不多。那你说我该怎么办？逢人便哭诉丈夫移情别恋，蓬头垢面，抽烟喝酒，精神恍惚，寻死觅活，演闹剧啊。演闹剧怎么了？让你去追债，至少没让你演罗密欧与朱丽叶。哎呀，朝野啊，你可回来。嗯，搞定了。哎，你蹲他的窝儿有10天了吧？我得回去睡会儿。好。哎，朝野，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呢是咱们这儿新来的，叫安妮。哎，你是叫这个名字吧？老人呐，特别讲义气。很小的时候啊，父母就死了，他无依无靠的，落下个爱打架的毛病，狠得出名，外号都叫他章鱼。他抢钱？啊，抢？这是给上当受骗的人寻个公道。哎，怎么说呢？比方说吧，你做生意需要外汇。
但是没有额度，只好去私套。结果有人骗了你，黑走了你的钱，你又没办法去告，因为私套外汇本身就是犯法的，你又没办法把你的钱追回来，只好吃个哑巴亏。那我们也算是伸张正义吧。靠抢，靠打人。他怎么把钱拿回来我不管，他自己有分寸。啊，倒是那些被追账的人啊，恨不能杀了他。那你这不是拿他的生命赚钱吗？他有名儿，也有本事，追回来的账他拿大头，公司拿小头，何乐而不为呢？还没来。顾太太，我们好久没看见方太呀。方太，他跟先生去美国一个月，现在整天忙着采购冬衣呢。正好我这朋友啊是学服装设计的，倒可以让他给方太太帮几天忙。这倒好，他正缺个拿主意的，我明天带你去见他。不过方太为人守紧，你可拿不到多少钱。出租车，哎，出租车，哎，司机同志，哎，请你把后盖打开一下。哎，你快过来，我给你。是，哎呀，每天陪他吃东西买东西呗。谁雇你去当导购小姐了？如果一件事情都搞上一年，那咱们公司还不喝西北风？是啊，我也这么说呀。那怎么办呢？明天怎么搞定啊？哎，我教你啊，自己想办法吧。阿妮，哎哎，那就这样了啊，再见。麦当劳啊，什么时候的人都那么多，打完了吗？哎呀，不行，我的脚太肥了。哎，哎，要不你试试看？这鞋真好看。哎，这世界呀，真不公平。真不公平哦。方太，你还看不出来我原先特别胖吧？原来呀，我买衣服和鞋也都不合适。是吗？这人一胖，脚也变得跟胖头鱼似的。对对对。哎，后来我上纯上减肥中心减肥去了。啊，嗯，他们那儿用啊日本研制的脂肪燃烧瘦身法，听说过吗？嗯，听说过。有效率达96%呢。哎，你看，我现在是不是该增肥了？一开始啊，效果还不好呢。等一大部分人都退出了，他们就给那一小部分人做瘦身法了，是吧？你想啊，要是个个都瘦，他们不就赔了吗？可是要一个都不瘦，那他们怎么这么火呢？那可以告他们。嗨，告他们干什么？减不了肥，穿不了漂亮衣服，你自己倒霉啊！不就多点钱吗？再说，你也不缺那点钱。哎，安妮，我有点事儿要求你。哎，我告诉你啊，再见。哦，对了，方太来了，先别告他没有瘦身法。你回去告诉那个八婆，让他以后不要到纯上这儿来了，就是因为他坏了规矩，不知道惹了多少嘴皮子官司。好，有空来啊。哎，行，再见。再见。
真没想到，我这撒谎。哎呦，妈，嗯，您这又上哪儿装神弄鬼去啊？你不会正经说话呀？今天晚上，电视台举办一个怀旧影迷联谊晚会，我是特约嘉宾。嗯，最近你怎么那么憔悴呀？成天追债，溜也溜成这样了。嗯，谁欠咱们债了？我说的是人情债。什么？你还跟桑园来往啊？哎呀妈，您管的也太宽了。你呀，要长得像我，早嫁出去了。哼，上哪儿不倒去。什么？你说什么？嗯，没说什么呀。咦，哎呀，快走吧，该迟到了。是的，我走了。嗯。您好，我请进来吧。冯经理已经来过电话了。家里没好茶叶，不好意思，安妮小姐。你认识我？哎，我好像在哪见过您。你好记性，有一次我带你认识方太。啊，顾太太。叫我美琴吧。来，我带你看看她。怎么老是昏睡呀？快醒一醒吧。
起来啊，能醒醒起来啊，啊，孩子。我知道，他办公司欠了不少债，原指望他做几笔生意能还，谁知道他会出车祸，公司欠了一屁股债，盘给谁都不要。家里没人能帮一把，数目太大，谁帮得了？我弟弟妹妹都在国外，还没混出来，几千美金对他们负担很重的，可是还不能维持他的医药费。别客气，没什么菜，一块吃吧。这些情况我都知道，不过你想过没有，你既然不能帮他还债，同情对他只是小善，实是大恶。你什么意思？你想吧，她丈夫肯定不会再活过来了，她还上有老下有小的，又背着负债的沉重的负担，整天凄凄惨惨的，别人的同情能帮他度过几天？那你说该怎么办？先还债，卸下这个大包袱。怎么还？他都没钱买菜吃。他家里的房子是老洋房，市口又好，他能把大部分的债给他抵上。另外，他祖上是书香门第，他家里还有祖传的古玩墨宝。冯香，你也太饿了。安妮啊，你别搞错了，我们不接这活死不了，可他不改变这个现状，只会是死路一条。行了，你别说了，还是让我回去先休息一下再说吧。你是聪明人，回去啊好好想想吧。就等你这句话了。您老公去会情人吧，您放心，我当个特警绝对跑不了。想开点，不如就是找点乐。上车还见的，这怎么不见了？你从特警下来是不是因为视力有问题啊？去哪儿啊？快点啊！哎呀，你打上表，我会付钱的。哎，上去打他两巴子，解解气就是了嘛。师傅，刚才他下车前跟你说什么了？那他如果二十分钟没有下来，我就走。
别出声。你跟着我干嘛？我想跟你学追战。我这种追法，你学不会。你怎么知道？你太小瞧人了。不信，咱们试试。就当咱俩不认识。你是哪？你别问了，去吧。找谁呀？先生，有没有看过电视台的假日直销广场节目啊？我是上门推销商品的小姐，请您看一看啦。我们家里没有女人。啊，那我们还提供其他的服务，啊，包您满意，考虑呗。没长眼，你干什么呢？他妈给我闭嘴！高老板，你还想让我跑几趟？张姨啊，有什么话咱们坐下来说。请坐。张姨，宝丽给你多少钱？你这么替他卖力。这样吧，这次你只要放我们嘛，我给你翻番。不行，我装这批货装得很不容易，货刚出手，款子还没收齐，你再给我24小时怎么样？不行。这么说，今天你是不给我面子了？我认钱不认人。金，我早看出你们俩是一伙的，你演婊子的戏。好啊，那咱们俩接着演。你别过来，你放了他。玩具吧，啊，臭婊子，你打一枪让我们听听。星星，张宇，我输了，宝丽的钱你可以拿走，不过等下一回知道我高老板撞货，请千万别插手。卧底啊，我是你的同党，你带枪犯法，你知道吗？冯潇不管。这事儿跟他没关系。我可是认真的，以后不许随便带枪。那就不带。
说话算数。刚才我那枪要没把那鱼缸打碎，那高老板他会被镇住吗？啊？安妮，等保利这笔钱下来，咱俩对半分。你这什么意思？张超爷，我告诉你，要是为了钱，根本我就不跟你上去。到现在，我这身汗还没干呢。你的意思是，这钱你不要了？全归我。咱们好歹也是替天行道，伸张正义吧。我是为了分钱拿自己的命去冒险吗？那是公安局的事儿。你这不是狗拿耗子吗？其实你是做了一件好事儿，把他从负债的沉重包袱下解脱出来。你们不愿做恶人，让我做。让我天天对着人家孤儿寡母的讨债，恨不得逼得人家弱女子抹脖子上吊才好啊！你这就是啊，跟自己过不去了。他不过是把祖传的洋房给卖掉，换成啊一般的工坊，把祖传的古玩墨宝做了抵押。那我们呢？我们自己不也是住在一般的工坊里吗？啊？这么远的地方来住啊，一直租不到便宜的房子，先到乡下亲戚家住一阵。这里空气好，对病人可能有好处。你年纪轻轻的，做这种缺德事儿，不怕半夜鬼敲门呐？哼，男人做不了的事儿，做不下的事情，你也敢下手？姥姥年纪大了，你别在意。我就知道你好歹毒哦。哪个男人也不会要你呀、欧阳吉笔勾出了一个和平幸福的人家，从这里走过的人都会细细地看着这张没有色彩的极简单的画，看了那么久，他们不单是看着这张画，好像透过这张画触到这个盲童的心灵。设想一下盲童拿起笔的情形。你要有什么火就冲我发吧，上车吧，我今天什么话都不说，你骂痛快了为止。我干嘛骂你啊？我就想自己走走。你先走吧。以后这种活儿咱不接还不行吗？哼，冯潇，你居然有这等假慈悲。接，干嘛不接？那陈远远的案子是不是继续办？那当然。那明天早上你还到陈远远的公司去上班？我的事儿什么时候用你管过？真搞不懂。那我走了啊。哎，你悠着点啊。你当心自己吧你。早上好。早上好。看这个呢。哎，今儿这衣服还不错，孟莎买的吧？我一看就知道。怎么着，陈远远还没来啊？总经理不在，他今天没来上班。我替他上。哎，小姐，给我来杯茶。喂，是我。对，他又来了。嗯。好的，嗯。喂，陈经理不在，这笔生意啊，我看你们还是跟别家谈吧。你想听实话还是？
当然可以了，我可以告诉你。他没钱，他还欠着银行一大笔贷款呢。是，利息好几个月都没付了。啊，哎，明智，那好吧，啊，就这样。喂，你好。啊，我不是陈经理，不过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谈。哦，那就算了吧。我们这家公司啊，没有什么信誉可讲的，签合同了也没用。爸，你怎么在这儿？这件事情和我有点关系。安妮，咱们出去找个地方谈谈好不好？哎呦，我的呀，你都已经呀你这个人拿出多少钱来养你，让你把你崇拜的电影明星给甩了？别太尖刻，我知道这是你妈妈让你用这种办法来报复我。这事跟我妈没关系，根本不知道我在哪上班。我一直没有告诉你离开你妈妈的真正原因。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妈妈认识了一个很有权势的人当干爹，那个人对他存心不良。那你当初干嘛不离婚？当时你和安娜还小。算了吧，当时你以我和安娜小为名说服我妈去认干爹，好保证你在各种运动中顺利过关。现在我妈老了，你又傍上陈远远，再反过来倒她一耙。说了吧，你是不想还钱是不是？是的，如果还了贷款，就得把赚来的钱全部都投入到运营里面去，这样做风险太大了。可是你想过没有，别人已经为你们担了一年多的风险了。担点风险也是应该的，他总不能白白占我女儿便宜吧？你这话什么意思？实话告诉你吧，这笔贷款我找了桑园，他不便出面，让分行贷给我的。什么？随你开到哪儿。请问小姐是？怕什么？还能有人把你拐骗了？你怎么这样打扮？我就是装神弄鬼，又有什么关系？别影响你升官发财就行了。敏感成这个样子，
真让人难以适从。你也太多情了，我没想让你失聪。我只想问你，我父亲贷款的事儿，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告诉你干嘛？那咱俩算怎么回事？是感情还是交易？你父亲今天早上还打电话来。不许你再管他的事。安妮，他毕竟是你父亲。不是，你听清楚了，他再也不是了。安妮，如果今天不是你问，我永远不会说这件事。安妮，我知道你为我牺牲了很多，我无论为你做什么都不过分。你走之后，下雨那天晚上，我很想见你一面。我在你的楼下等了一个小时。你别说了。你的窗户一直是黑着的。桑园，我再说一遍，我们俩之间的事早就完了。安妮，你不必再为我和我的家人做任何事。如果你要是再做的话，我就像你老婆一样打到你的办公室去。安妮，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绝情？我就是这么绝情。司机，停车。安妮，你记住了，我说到做到。你没事吧？你跟着我干嘛？跟你学学，看你怎么追债。我这是童子功，你学不会。哎，我能帮你找着他。谁？陈圆圆。坐这儿吧。好好。来这边请。哎，您坐，您坐。嗯，还不错。请吧。喂，谁呀？安妮呀，你怎么几天没去上班了？我叫人给你安排了个办公桌，你只管去好了。反正现在客户都知道我在家办公，我家总能对某些人恕不接待吧。陈圆圆，你也是道上混的人了。我说一个人不知道你认不认识。谁呀？是英国女王还是美国总统啊？是章鱼。别紧张，他不会要你命的，那不值钱。不过摔断胳膊砸断腿或者弄个车祸什么的还挺有意思啊。哎呦，当心点啊，别让骨头把嗓子眼扎了。走吧，我看。
看你啊，真是昏了头了。你看着冯潇，你也不能看着朝野呀。谁说我看上他了？我是说我跟他在一块儿，有过一种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我呀，真是摸不透你。你一向那么清高，又能突然间欣赏起这种人来，看你真是没药可救。走起，你以为他是谁啊？他是美国西部片男主角啊？做梦！你看你啊，人家来找你就为了让你训人家啊。哼！建平啊，又给你找了一家证券公司，你去不去啊？不去。你真有病啊你！啊，你就不想离开那家破公司啊？我跟你说啊，这追债公司马上就不让干了。过点怕什么？反正也不让干了，哼，干脆坚持到底。妈又呼我了，烦死了，都走吧。哎哎，我跟你说啊，你工作的事儿你好好考虑考虑啊。知道了，回去吧，回去。慢点啊。同学们集合了。妈。啊，快来吧。怎么了？小白脸把你甩了？那怀孕了。你有心脏病不能怀孕，你不懂。你瞎嚷嚷什么呀？没看见把他给吓坏了。要是怀孕倒好呗。我把他们单位让他保管一笔捐给山区的款子。黄志明跟我说，这笔钱只要拿出去一星期，他肯定就能赚一笔。你给他了？多少？17万。什么？我实在是缠不过他。你，哎呦，你爸爸是老财会了，怎么这么糊涂啊？你看把你给宠的，深浅都不知道，坐牢都不怕啊？阿姨，找你回来是想办法的，黄志明三天没露头了。叫我看，他爸爸没什么可指责的，人家为了女儿什么都肯牺牲，哪像你爸爸呀？别说为女儿了，连老婆的事儿他都……还有哪能找了他？他家里老锁着门，打电话到公司吧，又辞职了。你爸呢？在医院呢，都怪我。妈。你待会儿买点水果，看看东林他爸去，让他放心。另外，你告诉他钱能找着。哎，这我也不认得他呀。再说，你吹这个牛，妈叫您去您就去，咱们走。哦，对了，阿姨，我爸叫李玲，嗯，他在中山医院三病区，那就拜托您了。快，哎，包，哎，谢谢阿姨。让我替我爸坐牢吗？说什么屁话！要坐也该他去坐。这个人也太混蛋了，平时爱你爱的，怕凉了怕碰了，哦，现在轮到坐牢了，他一缩脑都不见了，让女人替他去坐，什么东西！都怪我，我瞎了眼。走，走啊！去自首啊！
你看看都几点了。这什么事儿啊，搞得面色青黄的。就这个门。他会不会死在里面？不可能，带钱跑了还差不多，难死的。不行，你们带身份证了没有？干什么？丢了东西，找你们还是找我？那当然是我们负责了。100块钱。哦，我有。啊，进去找找，看有没有什么线索。身份证没有啊？是不是有关药品的声音？我知道这个地方。走，咱们看看去。哎，师傅。哎，你们这儿修房呢？不是，门前那砸掉，铁路搞工程。房地产的生意啊，17万做什么房地产？连搭这些架子钱都不够。你好好想想，他都有哪些朋友，有可能去哪儿，然后你把地址给我写上。地址呢？在这儿。你这样吧，先到沿江东路。哎，我说冯潇，这笔钱是支援山区的，那就是说没有回扣了。张少爷，你除了钱和女人，还有点别的追求吗？没有。那你的意思就是没有回扣就不帮这个忙了？我又不认识他，谈不上帮忙。张大哥，我借钱给你。没那么复杂，等办完事儿，你晚上陪陪我，咱们就算两清了。张朝野，你觉得趁火打劫不过瘾，还要落井下石是不是？咱们毕竟是公司，对不对？又不是慈善机构。你风格高，那每回追回来的钱，我也没见你还少要一个子儿。你，张大哥，张大哥，我不答应。你疯了！
志明是我。对不起，我是没脸再见你了。本来以为那个楼面的广告批文一转手就能赚一大笔，没想到预付款都给了他们，才知道那楼是董千地段，明天就要炸了。批文在哪儿？做生意呢，这他妈哪年的批文，你他妈也敢把钱给人家？你找过他们吗？找过，他们给了我3000块钱，让我赶紧离开这里。啊，你一走了之了，你让他父女俩去坐牢啊？我实在是无路可走了，东陵。这还有1000多块钱，你都拿去吧。起来，起来，起来！他们在哪儿？他们在御花宾馆有包房。不，你们千万别去找他们，他们好像和香港黑道有联系。是啊，怎么不打招呼就闯进来啊？你们哪位是马先生啊？哦，马老板，您有客人，咱们的事今天就谈到这儿，改日再谈。哦，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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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走啊。哎，好，那就不送了啊。哦，好。来，有什么话坐下说，坐下说哈。这买卖公平合理啊，这批文也没有过期啊。这楼明天就要炸了，你不知道？这楼房是真的，批文也是真的。这政府要拆房子，我怎么管得了啊？我就知道你管不了，那就把管得了的人找来。马老板想提前退场。马丽，你说这事儿公了还是私了啊？你是谁？什么意思？你不认识我？可是我的熟人在你们村里插过队。我说马丽啊，你游到香港才几年啊？现在害起自己人来了啊？你们要干什么呀？啊？要钱？啊？哎哎！住手！不动。正好，缺火，来吧。把枪放下，笨蛋！哎，哎，现在没有，明天来取，我一定准备好。啊。马丽，
你的理解能力是差了点儿啊。好，我输了，每人2万，行吗？你是真没听懂啊？啊？再加2万，再加2万。这钱啊，是给你们村孩子上学的，一分也不能少。你拿去，全在这儿。你可不要搞错啊，那可是50万元。哼，你怎么骗来的钱我不管，我只拿17万，一分都不少。朝野呢？他先回去了。打他呀。什么？朝野留下的，华夏宾馆1208房。哎，你们不是已经说好了的？冯潇，你就不能阻止他这么干吗？这和公司没关系，私人的事儿嘛，我不便干涉。你就不去？杜玲，我看他能把你怎么样。这个流氓！别说了，张大哥、冯大哥的恩，我怎么报答也不过分。再说，想开了也没什么。人呢？他根本就没来，连电话也没有，不知道为什么。这人可真够怪的，我倒是好好的睡了一觉。你干嘛约我到这儿来呀？我又不是基督徒。陪我吗？就为这清静啊。你说朝野会喜欢这儿吗？又是朝野，三句话离不开他。怎么着，你爱上他了？大概是。这又是一种模式。男人吊你一次胃口，你呀，奉献终身。哎，我说咱别这样好吧？我原来以为日子一长，我就能把他忘了。可是时间越长，我就越觉得他好。你实际一点，你不要把你理想的光环套在他脑袋上。张朝野浑身都是毛病，
你们俩根本不合适。安妮，你是不是也爱上他了？好好好，我看你啊是迷了心窍了，我去替你说还不行吗？你在哭机里骂我，啊？我要是不骂你，你能给我回电话吗？那就学坏吧。你这是干嘛？我能干嘛？蹲窝呗。一个星期了，我自己都觉着我是卖田螺的了。哎，帮个忙，我得打个盹。你先别睡啊，我还有正事跟你说呢。我这辈子还有什么正事？你以为我大老远的是跑来给你卖这个田螺呀？我又不让你白卖，咱俩三七开。我顶见不得你这样。哎哎，听好了。嗯。东陵还记得吗？那么漂亮的姑娘，谁见了会忘？她爱上你了。别拿我开心。我拿你开心什么时候不行啊？倒三趟车跑这来拿你开心，我吃多撑你。要不先接触接触？不接触。有了感情怎么办？有了感情还不好啊？算了吧，我沾人家干嘛？那还不把人坑了？人家那是可以终身有靠的。你还别说这个，人家既然看上你了，就相信你不会坑他。我就和阿英一块混着吧，挺好。这么好的女人你不爱，你想爱谁啊？你拿她好处费了吧？你气我吧？我今天不跟你计较，好歹咱俩共过事，好合好散吧。我可没跟你合过。哎，老板，来盘田螺。来了。朝野，你正经一点行吗？追债公司不让办了，冯潇要关了事务所，去省律师行，你怎么办啊？卖田螺，哎，要不你和我一起上法律函授班学习？你把钱给我，我教你行吗？你要是真心疼我，就让我好好睡会儿啊。你真是个福。你干嘛？你今天一会儿是找老婆，一会儿是上学，诚心恶心我是不是？你回去吧。
我怎么混都是一辈子。这摊儿不用看了，这条路挺不安全，我得睡会儿，不能送你了。以后别再诓我了，咱俩不是一路人。